你父亲的房子终于卖掉了，谢谢你。他今天身上多了很多粉红色泡泡。这是我阿姨的旧家，可以给我用。我很想找个男人当靠山，可惜你啊，连个三九都不是。您真的要住这吗？那里面有孤魂徘徊不走。可不可以帮我找到空空？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每周六晚上10点，幸福房屋事件簿。